因為咧，其實好耐之前我都已經聽過你哋設計情報中心咧呢間公司噶啦。咁跟住上網睇下咧，就發覺原來咧你哋公司嘅設計咧都好多元化嘅喎。咁於是咧，我哋咧就嘗試下咧就去揾下你哋公司啦。咁咧，今晚我以前咧住元朗噶嘛，咁元朗又有你哋分公司喎。咁咧就入去睇下啦。咁結果經過你哋設計師講解完之後咧，就發覺好滿意喎。咁所以咧就決定用你哋公司啦。喂 Jenny， 我叫你過嚟介紹單位啫，點解你著到好似去旅行咁樣嘅？我哋今日就係去旅行喎，我仲帶埋地圖同埋指南針添。哇，仲有啲咩要帶呢？你哋咩都唔使帶，等我帶你參觀下我哋間屋啦。今次我哋要介绍嘅单位位于荃湾西嘅柏奥湾，上月面积大约421尺，间隔由一房两厅改做两房。户主希望提高收纳量嘅同时，都可以保留到空间感，仲想有度假嘅感觉添。睇下我哋嘅设计师今次点样完成呢个挑战啦。因为我哋以前屋企咧就冇咩装修嘅，咁因为而家我哋屋企咧可以自己装修啦，咁我就想咧个厅咧就系欧洲式啲啦，咁咧个房间就日本式嘅。咁咧，而家工作房間咧就可以卡通化同埋夢幻啲咯。係咯 ，Michelle， 我見到客飯廳用咗藍色同白色做配搭啦，再加埋個無敵嘅海景，真係好有希臘小屋嘅感覺喎。係啊，好多朋友都係咁樣講噶，而呢個咧亦都係我哋想要嘅效果。你可以翻屋企咧，可以好 relax 感覺啦，同埋每日都有度假嘅 feel。設計師利用白色同埋天藍色作為客飯廳嘅主色調，淺色喺視覺上有放大空間同埋隱藏傢俬嘅效果，亦都唔會令人眼花撩亂。就算做埋大型组合柜，都完全冇压迫感。柜顶同埋天花保留咗一定嘅距离，减低翻成个客厅嘅压迫感，而且配合埋呢个一望无际嘅大海，成个客饭厅嘅空间感出晒嚟啦。Jenny， 你喺度睇書，平時喺公司你就識煲劇嘅啫喎。唔好破壞呢度嘅氣氛啦！我享受緊呢個倫敦大橋嘅夜晚啊！原本嘅櫥櫃太細又壓位，設計師就將鞋櫃同埋櫥櫃合體，再連接做埋吧台，加大台面嘅空間，取代傳統嘅餐台，慳翻唔少空間。这个 U 型的储柜连接埋隔篱的饰物柜同埋电视柜，咁就成为咗一个非常之多功能的储物柜啦。咁而所有嘅家私就摆咗喺一边，咁就可以腾出另外一边的空间，咁就屋企咧就完全冇压迫感啦。天花加埋盒仔灯同埋灯槽嘅放光效果，都有增加空间感嘅作用，仲可以增加屋企嘅气氛添。所有嘅家私设计都恰到好处，真系要订做家私同埋专业嘅设计师先至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噶。最滿意咧就係廚房咧，倫敦橋嘅特色牆喎。因為本來咧，我哋咧就想用咧我哋自己影嘅倫敦橋咧去做特色牆嘅。咁咧唔好彩啦，因為咧像素唔夠啊，咁所以咧就用唔到我哋自己影嗰啲啦。咁咧，但係咧設計師咧就好盡心盡力咧，咁咧就幫我哋咧揾到張咧倫敦橋嘅特色牆喎。咁像素又夠喎，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亦都可以用翻咧我哋最中意嘅倫敦橋做特色牆啦。主人房嘅房門做咗暗門設計。维持客饭厅的连贯性。开门之后就是充满日系风情的和式睡房，还收埋了一座富士山在这里。这张富士山相就是户主去旅行的时候拍的，设计师嗰时知道他们很喜欢影相啦，咁就提议用自己的相做这个特色墙，咁说令他们每日起身都可以望住自己拍的相，份外有亲切感。主人房床头本身有一个大枕位，影响视觉之余又有压顶的感觉。设计师就用了储物柜修饰，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和式储物柜，维持了房间简约的设计感。
裝修期間咧有上過單位睇過啊，同埋師傅咧都好有禮貌咧，好 nice 啦。咁例如啲 puzzle 咁樣樣啦，我放好多 puzzle 噶嘛，咁樣咧因為我哋對 puzzle 嘅次序咧排列嘅次序咧都好有要求噶。咁但係咧師傅咧都不厭其煩咧咁樣咧幫我哋逐一逐一咁樣去咧安裝上去咯。而一間新建嘅工作房就做咗儲物地台同埋展示櫃，方便儲物之餘咧，仲可以俾户主擺放佢嘅收藏，一房三用。最后一站，我哋嚟到充满地中海风情嘅浴室。原本嘅浴缸以奇缸代替，做咗干湿分离嘅效果。浴室嘅墙就以蓝色嘅复古拼花砖拼砌，成个空间都系浓浓嘅艺术感啊！因为由我哋揾设计师咨询啦，到成个交楼嘅过程都好顺利，而且咧交楼期咧亦都好准时，咁售后服务咧都可以满足我哋嘅要求，所以咧我哋一定会推荐朋友用设计情报中心。想知道我哋嘅工程限额满咗未？咁就要睇下设计情报中心嘅 DIC 开单及工程统计图表啦。设计情报中心拥有自家设计师同埋装修团队，并唔系平台式经营。务求以准时同埋高质素嘅服务，令客人对我哋有更大嘅信心。设计情报中心为客户着紧每一个步骤，确保工程质量。每一个部门进行嘅每一个步骤，都必须遵从我哋嘅公司管理文化，以及严格按照国际标准 ISO 嘅指引。由于设计需时，为咗确保工程嘅质素唔受影响，所以设计情报中心唔会揽住工程，因此设有接单量嘅上限。每一位嚟到门市同设计师会面嘅客人，都可以由 DIC 开单及工程统计图表当中睇到工程嘅统计图表同埋分布地图，客户可以了解到设计情报中心而家有几多单负责紧嘅工程，所有嘅资料都系实时更新，显示现有工程同埋上限嘅比例。只要一达到工程上限，设计情报中心就唔会再接受新嘅工程，确保我哋嘅团队能够以最高嘅水准去做好每一单工作。正正系因为我哋有咁高水准嘅管理，以及坚拒揽接工程嘅服务精神。所以我哋先可以成为众多客户喜爱嘅室内设计同埋装修一条龙服务公司。如果想了解更多，欢迎浏览 DIC 嘅网站。网站上面除咗有近千个真实客户满意个案，同埋近2000个有价目嘅参考个案不断持续更新之外，仲有大量真实设计同埋 3D 效果图。而每个个案喺网页底部都有单位价目参考。DIC 的每項工程步驟都必須嚴格遵循三大國際 ISO 指引，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環境管理體系和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設計情報中心是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至工程有限公司，持牌進行相關的裝修和小型工程。而且 DIC 還推出了自家會員計劃 D-Points，提供一个全新优惠平台给客人使用，只要登记成为会员，无论日后是自己装修还是推荐亲友选用 DIC， 都可以轻松赚取 D-Points 积分。凡是 DIC 的旧客户成功推荐亲友开单，并且在发票上面注明推荐人的姓名和 D-Points 会员号码，在装修完成后，推荐人最高更可获得双倍 D-Points 积分。就算推荐人未曾惠顾 DIC， 只要成功登记成为 D-Points 会员，而且推荐亲友开单，并且在发票上面注明推荐人的姓名和 D-Points 会员编号，在装修完成之后，推荐人都可以获得 D-Points 积分。客人可以透过 D-Points 里面的积分换领各式各样的礼品和服务。现在就即刻成为我们 D-Points 会员，一起赚取无限奖赏。